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MIDI Design League 秘密设计联盟，我是阿泽。今天我们要玩一款多年前很有名的网页游戏，名字叫做《紫色恐怖》，这是中文的翻译啦。然后英文真正的英文名字叫做《Dad and Me》，就是爸爸与我。然后应该很多人知道这款游戏啊，然后不知道的人就是我讲一下，这一款是算是发泄情绪的游戏，就是对啊，有暴力，然后。就是，可是很卡通化，所以不至于那么血腥啊。然后很久，好几年前就在玩，然后就觉得很好玩。然后今天就想重温一下吧，就之前的印象。然后这是前面开始，Dust Bowl 应该是足球的意思。然后你看主角是这个 Dad and Me，就是爸爸与我。主角就是这个戴面具的怪物嘛。很像那个戴面具的轻轨吗？哼，算是吧。哎，被抓了。然后这是爸爸嘛？对啊，就是这个画面看起来比较血腥啊。其实游戏其实是还好的。其实我这次是要来介绍游戏还是来玩的？两者都有吧。你看，就这爸爸就直接走掉了，所以是小孩来的那个玩。然后这边。我们先介绍一下怎么玩好了。就是上下左右来走路嘛，然后左和右按两下的话就可以跑步，就是连续按的话。然后那个你打法只有按 A 按和那个按 A 和 S 就好了。A 就是轻轻的打，然后 S 就是重重的打。可是呢，A 和 S 可以创造出一大堆招式，就是有不同的按法啦。就是你按就是顺序的话，然后就是。有很多招式可以那个打，然后我在这边会跟大家介绍，就一些我觉得比较好的、比较不错的招式啊。然后这边是那个集气的地方，就是你打人，如果你一直打的话，它这个集气的东西会越来越满，然后之后它就暴走，然后就进入暴走模式。然后应该就是这样子啊。Welcome to Almond Hands Park。我们不是杏仁吗？杏仁手公园，不管。然后一开始的人就是这样，然后这是他对沙包，如果你这样把他踩碎的话，他就会哭，然后哭的样子就觉得很搞笑。然后我们先介绍第一个招式好了，就是你跑步，然后一直按 S，就可以这样连环打。再试一次哦，你看，就这样。一开始他蛮逊，然后一下就挂掉了。然后我们最后会遇到一个比较强的，像小 BOSS 吧，就是这个，他会打你哦。对，然后你看，我要介绍的另外一个技能就是按四个 A 三个 S，然后他先暴走了。你看他刚刚就是那个爆炸的时候他就暴走。你看四个 A 三个 S，没有，三个，哎呦，四个 A。三个 S，你看，这应该算死亡攻击啊！就是你打一般人，他很快就死了。你看他，然后你看他对一般人，对一般的这样，你看他一下就挂了，超强的。然后对上面这个黄色应该是，不是应该是血量。然后你看他如果被点火了，就是进入暴走模式了。你看他旁边都是这种东西。然后这个是瓦斯桶。如果你按 A 的话，它就可以举起，然后往它丢下去，嘣。然后你丢的时候你要离远一点，不然你自己会被砸到。你也可以这样，就是靠近它的时候，你看你就可以举起它，然后你按 A 的话，如果你再按 A 的话，它就可以把它甩出去，出去，嘣。然后你可以，你按 S 然后按上的话，你就可以把它丢走。你看那个机器没了，因为你太久没有用那种激烈打法。所以他集气就没有了，不过最后还是可以集啊！你看，他挂了，这个玩具也可以玩，虽然我不知道有什么用啊。然后这个垃圾桶，对，这个垃圾桶，哎，我被垃圾桶打到了。这个垃圾桶是可以集气的，就是你一直打它的话就，它可以集气，不过我觉得没什么用啊。然后把这个在桥板上。这不是枪了，那个荡秋千上面的打下来。对，忘了介绍这个帽子男了。刚刚那个红帽子，它其实会中人。
他有时候会就是会撞我啊，然后不会，然后其他这两个就没什么用，又暴走了。然后如果你被撞到的话，就你机器就消失了。我讲过吗？不管，先把这个，这个完全就是发泄情绪嘛。虽然我现在心情还蛮好的啦，就不会说很差这样。来对，哎呦，刚我们看到刚那个好强哦，先把它丢出去。哎呦，哼，刚好出现刀子哈。对，然后在这边足球，其实他会踢人哦。如果你在那个踢足球的话，你看他会踢你。看，他就把我踢走，然后抢球这样了。然后你有没有看上面有那个数字的地方？你看，就是射门的分数吧。你看这样丢，就变五分了。再丢一次，哼，蛮好玩的。哎，机器又没了。哼，足球也可以当武器的。哦，去死吧！哼，刀子哎，好强哦。我们要不要拿垃圾桶？算了，不要拿。然后这边会有车子哦，你要小心，表面粘到。然后这样丢出去，然后它就被车子粘到了。然后这边也是啊，先集气一下好了。啊啊啊！被粘到了，先集气一下。哎呦，刀子刀子！暴走了！啊！快快快快快快！差点。我觉得这游戏应该算难度是偏中易啦，就是不会那么容易卡关。就是你死掉之后也，你不会死太多次了。对，然后你刚刚看到这个人是不是有射那个枪？他会拿那个玩具枪来，就是蛮恐怖的，不是蛮恐怖啊，其实你要躲也很容易躲啊，就是，哇，就是你要去躲他就是，不然你的生命会逐渐减少。其实你这个生命值是很重要的，因为之后你会看到很多攻击你的，就是蛮还不是小咖的那种。不像现在那些的，最后还有很厉害的角色，就是最后就会出现了。哦，快走！然后你跑步的话，然后用，哼，我想一下哦，哦对，跑步然后用 A 的话就可以这样扑住他，他死掉了，我们就走吧，不要被车碾到。哎，对，然后又有人了，你会发现这个穿橘色衣服的人很像阿嬷。就一个老阿嬷这样，不管他应该不是啦，就是，哎，这边有那个除草机耶，然后你也是跟油桶差不多的效果，就可以丢他这样，然后上面有那个篮球的，篮球啊，对，篮球在这，你可以投篮哦，你看，超酷的啦，按 A， 按上和按 A 就可以这样投篮。而且多远的他都可以投得进，不知道在搞什么。你看哦，投，你可以投后面呢。不过足球就不能这样啦。然后，对啦，然后这几个角色就是很一般的这样。这边就快速的带过吧，不然我会玩太久。已经快八分钟了吧。然后足球呢？哎，足球呢？足球，哦，在这，两个球一起来。然后最后会遇到这个汽车男，这算不应该不是汽车，摩托车吧还是什么？你要注意不要被他碾到，因为被他碾到的话你也会扣血。你要这样，可以用那个跑步然后连续 S 来这样碰他，这样，然后就爆了。我们现在处理掉另外一个好了，你可以用足球来这样丢他。然后他们没有车子之后就是一无是处了。然后这个垃圾桶也可以集气哦，就是靠角落这样，不是这样，不是丢起来，就是一直按 S， 然后就可以集气。不过我们现在还是有气啊，所以不用急。然后丢，他们就挂了。我们拿着垃圾桶走好了。
算了，好像没有用，只是走路会很慢。哇，丢！哇，然后走到最后会有更多人出现，这个场景的话，哎，气没有了。对，然后如果你暴走的话，那个所有人都会受伤。你试试看，因为现在超多人的，试试看。你看暴走，然后就一大堆人受伤了，超恐怖的。哎呦，刚刚什么招啊？哎，对，这是 bug， 这是那个紫色恐怖的 bug， 就是说你看这样会有那种超强的威力。就是不想按到什么之后，你看刚刚就连打，然后一下就挂了。这是更强的，可是这是 bug 啦，你看一下就挂了。所以我觉得，然后解除都好像是按 AASSS 就好，就是那个必死绝招。然后你看这样的话，它会飞上去。对，这也是 bug。然后这我们就按 AASSS 这样。我这边瓦斯桶。因为我们还是不要用它的 bug 去玩了，因为这样就不好玩了。虽然我之前都是用 bug 去玩的，不过这样超简单去玩的，就是一下就够了。对，然后这个地方也有点棘手，这边有那个忍者哦，这边有忍者，这边忍者也会也很恐怖啦。你看它会这样飞踢，所以你要好好去闪避。你看你这样的话呢，你看它就被你就被打到了。所以你要赶快，你看，他这样，他你听到那个声音之后，你就要赶快逃，这个声音，你就要赶快逃，然后尽量用这个跑步 SSS 的，没有弄到。其实游戏已经快结束了，这个非常棘手，所以要赶快把他给弄死，免得他又来乱。完蛋，我快死了。好，其实还有一半以上。太久没玩了啦，先弄死那些好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游戏好像是只能用 IE 去开，用那个 Chrome 浏览器或 Firefox， 我不知道 Firefox 啊，反正就是用 IE 去开比较正常，用 Chrome 的话会不太正常。哦，很烦欸，我不要第一次就死在这哦。哎，对，要这样，去死啊！所以如果你要发泄的话，如果你不要弄死的话，应该就不算发泄了，应该是。哎，他死了。然后呢，我们之后就会看到有大魔王这边有补血的，我们先不要补，等到我快死的时候再来。这就是大魔王，看起来很强哦。他待会使用那个超强的用枪。应该比刚那个什么，比刚那个用假枪的那个来强多了。你被打到那个会扣很多血，要赶快这样，然后赶快逃。啊，被射到了。然后这两个小弟就不用管他了。你看他，就是打你这样跟他的时候，就是不要跟，尽量不要跟他是同一线，不然你会被枪射到。啊，我差点拿到那个补血的，他打到那个。然后，哎呀啊！完蛋！我挂了。你看，挂了就是这样，那就跑，那个灵魂就跑掉了。哎呀，可恶啦！那我们再玩一次。你看哦，他这个动画很好笑，把它打上去。我觉得我们这个地方先跳过好了，就是免得大家看得没耐心了。然后等到打魔王的时候，我再过来。哦，那先这样咯，拜拜。Hello， 我回来了，就是又到了破那个预看魔王的时间了，真是。所以呢，就再次提醒大家，不要跟他同血，不然会被射到，好恐怖。我觉得应该要先补血，不然我们马上就快死了。好，先补了啊啊！不行，我刚才挂点欸。我不要，再挂电话我就真的不想再玩了。要啊！不行，快点逃！所以啊，过太久我的功力也下降了。我快逃！
然后奇怪的是 B 卷又不见了，哼，不知道在搞什么啊，差点呢。那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音效也还不错，应该不太需要 B 卷吗？是吗？他这个枪真的是很贱呢，就是啊，气死了。不过这样就是魔王了，不过这个魔王也太技巧也太少吧，只会用枪。不过你被枪打到真的是会有很大的几率会死掉，因为他一直射你，一直射，然后你就挂了，超恐怖的。我不打算用这个瓦斯人，因为要逃都快来不及逃了。哦，这样完了完了，我好险他要换枪，好险他要换枪。哦，天哪天哪，来不及集气了。好恐怖你快把你的小喽啰给杀死了！快走，快快快快快快！对，然后齐阳差不多这个时候他要用绝招，这个很恐怖哦，你不要被连踢到，你被连踢到你也那个差不多要 GG 了啊！差点走，气死啊！又来了又来了，就尽量不要碰到他的红色影子，不然你真的会死掉。我不想，我也不想示范那个被踢到的感觉哈，走开啦！哎、欸，居然这样弄他，要一定要避免这个又来了。对，以我这样的血量被 B 踢掉，真的是会死掉。对，等他这样踢完之后，我再去。用足球好了。哎，不行，去死了你！然后他之后会再飞踢一次。其他招式就只有这些啊。如果不要被打到他的话，他招数应该就只有就是你打人，然后就是那个射枪，就是然后在那个飞踢这样，就算飞踢吗？他卡住了，他居然卡住了！哎，快逃快逃！哦，又来又来又来，差点被他打到，虽然他已经快死了，去死吧你，去死 ！Yes。死了！你看，然后他小了，我就死掉了。啊！你看，然后这是他的结局，就是把他给弄死。然后他爸爸就来了。所以你这个爸爸真的是没帮我半点忙啊，只是来接我而已啊。然后很煞气的样子，就是把那个魔王给干掉了。啊！所以这游戏就是感觉还不错了。然后我觉得这次的实况差不多就到这了，然后谢谢大家的观赏吧。Play again， 我不想再 play again 了。然后应该就这样了，然后那就跟大家说再见吧。那拜拜。